火锅，再来一遍，再变一改造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北，来朋友们吃树皮啊，好多朋友管这个叫树皮。前天我跟阿志不是出去到常德石门去看蜜橘了吗？没看成，因为现在口感还没到最好的时候。阿志说他吃起来跟自己家的橘子没什么区别，我说自己家橘子我一颗都还没吃，然后去尝一下看味道怎么样。现在搞了这个好了，你看我在甘肃那几天，我叔叔回家，因为广州那边工地上活停了，然后回家来帮我把这边全围起来了，然后现在就特别的整齐。哇，你要哪个？哇，我尝一下酸不酸？不知道啊。这橘子黄了，是要死的黄了，还是本身它已经黄了？黄了可以吃了。哎呀，我的个妈呀！哎，城里人，城里啊，城里阿姐。哦，跳蚤！啊？跳蚤？你那么远能看到跳蚤？那里两个跳蚤。两个。那个橘子树下面。他们正在生卵。然后生了爬到你床上去，给你捉到你床上去。哇，我闻着有点酸哎。不酸。我等一下把它抓了。火锅你怎么啥都吃啊？来，我尝一下酸不酸，酸不酸？我看了都，我酸出口水了。酸，那就是还没到季节呀。但是不是那么酸了。比那个石门蜜橘要酸一些，谁要吃给他寄一个过去。我们粉丝朋友们有没有怀孕的酸儿辣女，怀儿子的想吃的给你摘几个寄过去。不准不准不准啊，就是酸儿辣女啊。那你怀孕的时候喜欢吃啥？酸辣都吃。然后就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啊，没错啊。哎，没法跟你交流。这一棵树我好像记得去年这棵树的橘子就是这个味道，比这边的这几个要好一些，而且这棵树的皮要薄一些。你看这个都黄了，是不是品种不一样？不知道。这个小一些，皮薄一点嘛，是皮薄一点嘞。来，这个最黄的是，来阿哲试一下。勇哥来吃橘子。哇呀，不要钱。哎呦，你真会摘橘子，真的。来来，接着快，这里那个酸的酸的死。哎呦，接不到。这个甜一点啊，来。啊。怎么样？哇，你都吃完了那一个。两口一个。你咋不一口一个嘞？再来一个。啊，也很酸。还比我还吃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树比那个树稍微甜那么一丢丢。你能吃啊？但是不能吃多，吃多我感觉我牙齿软了。你这么能吃酸的，是不是又怀第三胎了？对呀，从花花送的。又是一个儿子。哎呦，